第25题，三个已知的反应如下，请推测元素的活性大小，迅速何者正确？我们根据第一个反应，我们知道我们的铅的活性呢大于铜，因为铅可以把氧化铜的氧抢过来。同理呢，我们知道第二个知道呢，我们的钙的活性呢大于碳。第三个反应呢，我们知道呢碳的活性呢大于铅，所以我们就知道反应是钙大于碳大于铅大于铜。好，所以呢，第25题问我们说，推测元素的活性大小迅速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Ca 大于 C 大于 Pb 大于 Cu，钙大于碳大于铅大于铜。